你有没有手机？你有手机，我都可以发给你看。不用发，不用发。来，好。现在是不是手机的问题？我弟弟的，那个老干妈，他中奖抽六十，他都搞成个亿万富翁。对呀、啊。放下清高的价值，二一个跟着市场走。你们原来哪有这条路？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大花园。我的这个也是老天给我保佑了。啊。如果老天不保佑我这种，大约二十多年的这种劳动力就废掉了，自己的青春。嗯。不可能在山里头，对啊，有那种雄心壮志，对对对对，有那种精力来搞这种，对，事情，这点不会扯，这个扯错，这个不交代了，这个液化气不长，但是从液化气过去都要长，因为我们为什么到要这边看上呢？也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后边的这个背景，山的背景，所以的话，不要在这个悬崖下，盖房子，盖了，政府找个借口，他说隐患隐患，这地质灾害，有一个人是刘小庆，他大约是在安宁温泉附近，搞了几百米地盖了房子的，后来就是因为他税收官司，让他很多年前啊，让他去做那个普通犯人的，他觉得人格受了侮辱，后来嫁到美国的老头，他不回财，不回生活了，这个房东他还碰到我，他大约七十多岁，七十五岁左右，他就说可惜了。才子，可惜了，才子，因为我在西山，93年到97年的事，还是那些香港、台湾的，好多人都说，你应该叫做西山才子。我看到这个吧，它是这种峭壁，悬崖峭壁，对对对对对。这边嘛，我们是文博，但是政府要说你是隐患，你就是隐患。我们过来的话，就看到你的伤势，意思就以后就不要在这种悬崖下面搞房子就行了。因为它是从领事馆的这个地质板块学说，那边一个板块冲到这个板块下，这么一冲就把这领事馆的地质板块，就是这个。那个索道站的旁边的那个房子，说拆一个星期就给它拆了。这边有一个小别墅，好多那些楼，大约也是上亿的这种资金，一排，也就给它拆掉。就是这边是这种，这种峭壁。他们也是一辈子的心血，也可能是两代人的心血。我那点嘛，我父亲倒是没有出过地，就是我一个人。93年邓小平有一个政策叫下海，我就下海。这个下海的政策还不完全是这个政策的因素。第一嘛是工资太低，因为毛泽东五十块三十块钱。第二一个来讲的话，在那个学校承包了以后，就是干活的不拿钱，拿钱的不干活。我是在毕业班的高三，这种毕业班的，那么。就是溜须拍马的，加工资的奖金的高高的。我这个交了二十几个考上大学的，高三毕业班的，年底说给我50块钱的奖金。当时分了个快慢班，我就当那个慢班的班主任。但是他爹有好多人是单亲家庭，单亲家庭呢就是要么妈死掉，要么妈疯掉，爹是那种火车司机。这个10来岁就是跑到成都去玩，玩了一坐着火车就回来。我跟人家就说，这是某某司机的儿子，这是火车司机的儿子。那个房子重点就看一下这个地势，所以这种地势来讲的话，祖祖辈辈风水是很重要的。到这点后边就不怎么行了，就不怎么行了。还有封神榜，我记住了一些人，就是我们苏家的苏妲己。苏妲己。九尾飞星。在这里可能要去个排摊。我告诉你，我下午的时间一般是在海埂公园，在摆摊摊的后门，就公交车站，就是两个公交车站。海埂公园的后门。苏家村生意怎么样了？这两天他们检查了，检查比较。去每一分钱，我5点钟才去，因为早上我和我弟上台，跟我一到这里来吃饭，我拿钱就走了。回去我又洗洗衣裳，等我过去，他们说这边检查，我们开始吧。分钱嘛，找到我就回来。我刚刚回来，你进来了。刚刚回来，这么巧。早一点就碰不到你。我在海边，我告诉你，去年。10月16的，两个女的看我，说，我看到这个长得又好，又特别纤细又特别木，夫妻灵性特别好，可是说的我要走了，你对我有什么说？我会讲了一种职业的这种角度，你不要轻易的把自己嫁了。你是不是真心邀请我到你那里去玩？我就带上朋友去要么就是。我说一句，你把你的手机号码，那就给我留下来。
啊，因为我后来我又到那个云南省新闻中心的一个主任的那里去，我说他就告诉我，哎，那样子他现在又刷了10000多本新的，这个太棒了，我只能给你打听打听，当时习惯很难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当很有缘分的时候，我这样把他邀请来，为什么？我那个时候我就有这种经验了啊，我的那个搞些大工作啊，就是特别悟性灵性特别高的啊，然后一种交交友的啊。哎呀，这个红色的看着还是干是干净一点，但是没有以前的那个感觉啊。自然的，这种统一的，这统一太一致了啊。到了，不如还是在那边吃点什么。炒几个菜，喝点小酒。你来看，你来看。你有没有手机？你有手机，我都可以发给你看。不用发，不用发。好。现在是不是手机的问题？我自己的。这是什么羊肉片是吧？羊肉片，这是羊肉吧？好吃啊！有特效，哪有特效的话，今天看不准吧？看不准。特色米线。另外，我有点吃不懂。这个老板啊，我这里只有60多块钱，一万多。对呀。